天塌了，路虎揽胜，行情绷不住了。你记住我一句话，我年初的时候给你分析的明明白白，我就问你现在行情崩没崩。早上给你们发布的一条分享行情的视频，现在都到了很多感叹号。但是宝贝儿，你切记，我一天发四条，一月发120条，里边大部分都是分享最近行情的。你捅过我一条视频，后边还有千千万万条视频。有没有最近提到路虎揽胜的宝贝们？我替准备买车的求你们分享一波你的提车行情吧。我去年9月份买的那台短轴揽胜，优惠11万干的。我的专业性和平时我愿意活得仔细的态度，不可能让我自己买车买贵。我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，纯纯汽车圈里边的颜值博主，但是我还是展示了我强大的社会关系和我的技术和行情分歧。我就问你，年初我说的5月份路虎揽胜行情能下来，准不准就完了。我能让你白给我点关注吗，宝贝儿？我是真怕你们买车买贵了呀。现在快到5月中旬了，不要追涨杀跌。标轴比我去年9月份提的还便宜，1468跟1598比去年12月份年底冲量时候还要便宜。点赞关注，祝你发财。买车前参考一下懂车帝降价排行榜，买完车的宝贝儿就别看了。2024年买车千万别买贵了。